这个呢，是集中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客户资源、客户花名册，里面所有人的资料呢，我都是整理好了的，也打过招呼了。妈妈把这个交给你，你把它报告好。啊？我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不是对管理感兴趣吗？妈妈希望你能把上面的人变成自己的资源。 嗯，说你呢，多学点。那妈，你叫我过来干嘛？一会儿让你哥陪着你到人事办入职，到设计部报到。这我回来还没玩够呢，我爸都没说什么。玩什么玩？围着那个科院下转悠。不是，你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那破事还用我说呀？谁都看见了。啊，行了行了。 听妈妈讲啊，以后逢年过节，你们必须到这些花名册上的叔叔阿姨们家里去拜个年、问个好，啊！以后你们就是妈妈的左膀右臂了，公司里的大事小事都要好好学着，抓起来。那我爸呢？我跟你爸爸终归是要退休的，你们给我长长心啊！嗯。哎。 许曼，孩子已经2个多月了，你要早做决定，要对自己负责任呢。哎，我来晚了。新一批下岗的名单马上就要出来了。 咱们两个肯定会中一个的，也许两个人都保不住。你怎么打算的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也没有积蓄。三儿跟我说，广东那边现在机会挺多的，问我要不要去闯一闯。好呀。 你带我一起去吧。不行，走南闯北的，怎么带你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？不是，我是去找路，而且根本都不知道路在哪儿。 还给你。好。小林，你干什么？ 你干什么？徐曼，你别干傻事！什么叫傻事？我什么指望都没有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从医院出来，我就一直跟着你，就怕你做傻事。你不知道，徐曼，我应该早一点跟你说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我早就应该让我哥哥帮我打进医院的事，我早就应该攒够钱给你爸爸看病。 我早就应该把所有这些都告诉你，就不会让你受这么多委屈。那又怎么样？
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一起见慈长了。许曼答应和我在一起了，我们想出去闯闯。你和姐姐照顾好自己。 你看这些上面都有好多的贵玉，你发现了没有？嗯，贵玉，富贵玉，就像一次。这些呢，就是鲜花釉，一直陪着我，不无聊。不无聊，挺有趣的。而且，我发现你来这里。 真的会更开心啊。有吗？有。小时候，我爸爸经常带我来这儿。他最擅长的就是仿古嘛。那个时候，他会把这些瓷器，还有碎片背后的故事，一个一个讲给我听。有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象，在几百几千年前。 那些手艺人一点一点的把他们从泥巴捏成形，有的时候会恍惚一下，就好像在跟爸爸对话一样。你有想过几百年后你的作品摆在这里的感觉吗？那我得从现在开始努力了，做得漂亮一点。你有信心吗？ 开进结束之后，我打算趁着这波热度，举办一场公益性质的园区比赛。所有御窑室的新手都可以拿着自己的作品来参赛。这次的主题刚好就是你们家擅长的仿古，有没有兴趣啊？我可不是后门。那你要多加油哦。 程局，您今天把大家叫得这么齐，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们说吗？啊，是这样，小柯之前不是提出了一个公益陶瓷日的比赛？啊，程局是这个事儿啊。我们那边场地已经腾空了，随时可以开始布置。我们之前已经跟程局提议过了，这次比赛呢在老街举办。 您用不着提议了，我们早就跟程局说好了，在我们小镇办。程局是这样的啊，这次主题是仿古，那在老街举办的话，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了。再说我们这次的主题，也是为了要推广、提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，这与我古街改造的方案十分契合。柯总说的有一定道理啊，但是我们当时举办这个公益项目，提出的概念就是新旧文化的碰撞。 仿古与创新相结合，才是我们需要着重体现的点吧。为此呢，我的策划团队出了个方案，程局，您可以过目一下。
现在小镇的人流都是市集引过来的，把市集和开季全部都进驻到小镇里面。现在酒店订酒店还凑门票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他们会做出来的事，意外吗？那些比赛放下了？哪里办不是办？比赛而已嘛，小满也会参加。 色不要太多，不然太色我拖不动。把景投你，你只要能够完成一幅，就算我们试图合作了一个作品，不着急。加油！加油！ 科研主导的老街改造和市集进展顺利，而拜师以后的我，也沉浸在学艺的快乐里。虽然这段时间我们忙到很少见面，内心却无比靠近。想到彼此，内心就充满力量。